苏清卓，苏小姐，果然是啊，有失远迎。看来苏小姐不是来打球的，最近茶楼生意不好。挺好，但是你的人。 打了我的伙计，全是那傻子自己吞的。闭嘴，苏小姐接着说。我给你两个选择：第一，人我带走；第二，让他把这些吞了，然后向我保证，不要再招惹我的人。 你们的人三番四次欺负我的伙计，我只是想要个说法。现在南亚帮都这么不讲规矩吗？苏小姐，没听说过吗？南亚帮在的地方就是规矩。别看你是个女人，我就不敢冒犯。 现在已经不是拼人多的时代了，但如果你们硬要来这套。 苏小姐，帮我跟洛翔带句话：凡是跟警察合作的人，日子都不太平。洛翔，看来苏小姐不知道，就当我没说。